125年来，瑞士约克布·缪勒公司致力于窄幅织物行业中的技术发展和生产。企业的连续性是重要的。我们的家族企业现在正被第五代人管理着。瑞士设计，全球生产。质量和持续改善保证了我们在窄幅织物业技术的领先地位。作为一个投资者，我喜欢买质量好的设备，以获得高效率、优质的服务和最新技术。这是我们比竞争对手遥遥领先，而且节省费用和时间。感谢 Müller， 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些。我们拥有生产窄幅织物的一整套技术。客户是我们的中心。在约克布·缪勒窄幅织物学院的框架结构中，我们提供机台课程、专家教育，并进行现场客户培训。此外，我们还召开窄幅织物大会，它是工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信息平台，还可能提供交流。瑞士约克布·缪勒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，并代表四大洲。我们具有11个分支机构支持，其中6个具有自己的生产设备。此外，我们在全球70个国家具有售后服务中心和销售代理，并参加地区和国际性展览会。合格的员工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基础。不管他们是否在工作，在培训新手，在积极参与公司乐队，或在特殊场合代表我们公司，正是他们的承诺成就了我们瑞士约克布·缪勒公司。125年来，约克布·缪勒集团的持有人和管理层一直致力于把设备和系统提供给客户，并帮助他们在该领域走向成功，为窄幅织物工业中所有阶层的所有同事创造一个热情工作的氛围，确保财务独立，并更加靠近我们的客户。因此，您可以来到我们任何一个分公司或给我们打电话，然后我们就会来拜访您了。